来了。哦，你真的好帅呀、啊！你帅啥？你别照我。我没洗头，今天。你盛的饭就是香，真的就是我好喜欢。你多给我来一点，教练。牛肉。你结婚了吗？你有对象了是不是？分了吧。你会说话吗？我倒是也不是很介意这些东西，但是我觉得你对象肯定没有把你照顾好。你看你的头发都没有洗。你别老拍我。我形象管理很严重的，你放心，待会儿我会给你美颜的。你都这么帅了，美颜我怕他们会抢走你的。这个给我多来点好吗？你拿着的小碗，你不会拿俩吗？只有土猫肉。我是拿俩，我拍不到你了，就是我看不到你了。我更像就是拿一个能看到你。我觉得你怎么这么一起吃饭，我更想碰到你。你是不是爱喝绿茶呀？什么绿茶呀，我不喜欢喝那些东西，我现在不能喝饮料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那香蕉你再给我盛一点米饭吧，谢谢。拿点香蕉。香蕉我自己拿着不？香蕉谢谢，真的好帅，我走了。快走了。